吃了冬吃了，我下次将赔偿牛蹄才叫香哦。吃牛脚干噻，走路走得远哦。你走得远哦，走路不到达30。阿光，今天这碗牛蹄花烧萝卜哦。看到没有，吃上凳子才是对头的。你先给我烧口水嘛，我们今天是烫皮的，不得沾嘴巴。晓得不？ 脚趾拇烤好的洗干净了，你们见过弄干净的牛蹄吗？牛蹄下锅烫嘛吗？不能烫久了哈，要老。抓紧团嘛，再去掉蹄子头儿，脚趾拇多烫哈儿，一敲就掉了。再漂嘛嘛，再挨起白白，再把蹄子分成两块。 再把蹄子划开，划到铁骨，放入高压锅，葱姜大概1/2克，花椒、香茅头、料酒，加入清水腌焖牛蹄，大概给我上去40分钟。去皮萝卜切坨坨，放入清水浸泡，避免氧化变成红萝卜。压好以后脱骨，哦，一撕就脱了。再改成小坨坨，从此以后你就要提花了。 再切点葱姜蒜，再来点泡椒提味，烧油，油烟放入泡椒泡椒，撒上豆瓣儿，提花回锅，再放入萝卜，加入适量清水，再点蚝油、鸡汁、少量生抽、盐巴，2克冰糖，撒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。 你轻点儿看嘛，才搬到一看烂了。不管是哪个，我在哪块心里就可以了。趁天猫双十一，我们再买点厨具，反正现货期间都是买2杯减30。哟，还是这种好事哈。哦，时间到了，默默烧趴就可以了。大火烧热，再放点鸡精，要得了，徐哥。最后葱花收尾。 就这个牛蹄烧萝卜，我厚几点皮哟，你卖个小红心就没有给吗？Thank you。来，阿光请哦。要得，看看。来嘛，上好嘛。哎呦，神婆冬墩儿的。来嘛，试一下。哎呦，这个今天都落了，这个都。哦，哎呦，朋友嘛。嗯，好。是吧？我该我的牙齿了，不中。是的。嗯。哦。嗯，牛蹄子真的快滴了不油腻，是吧？ 阿光，你要永远相信我的手艺噻！每天都能跟阿光做好吃的，看到阿光满足的笑，我就很幸福了。朋友们，现在带花贴并艾特天猫拍视频了，还有机会瓜分50万快币哦！给我吃一口，啊，说的有点年轻点儿。56块钱。嗯，走路还不到30。哈哈哈哈哈。嗯。哈喽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我想付了，你去关注我们，我是阿伟，我是阿光，我们两个人，拜个拜。